后车道背号46号黄群。双手借给哲轩，拍手。玩家发起下半的进攻，首先来走向打击区。第7番，悍将 No.1 林哲轩。希望待会不要提醒，大家自动自发站起来。首先，这个打席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出局。副班长发起下面到的是第8棒，全美号78号董子恩，双手借给子恩，帮助悍将打下第2分。德恩挥击第一球，形成了外野飞球。继续为悍将加油！接下来上场打击第9棒，准备好95号打一脚步，戴佩峰。一起来！
来，全场双手举高。一次比一次更大声哦！安德雷安德，先给裴峰掌声鼓励。给他坚持下去，我们也要声音机给他坚持下去。安德雷安德，全力的，最后击出了穿越的安达，两人出局之后攻占上岛以内，有雷暴的得分机会。